不要叫我小谷，我知道你怨我，你怨我把你囚禁那么多年，你怨我没能阻止漫天杀死汤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要是真恨我的话，就把我给杀了吧，把你师伯还有漫天给放了吧。不可能，你师伯固然有错。 但他都是为了长留。漫天虽然虽有阴德，但他始终是你的同门。长留自会处罚他的，你不要一错再错了。够了，不要再说了。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们，我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让他们死呢？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没有收倪漫天为徒，反而收了我这个狼心狗肺的人做徒弟？你走吧，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我还不想杀你。与其袖手旁观，看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 哪怕只能补偿你1/1的痛苦。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还是我舍不得杀你？小谷，你已经有选择的权利了，为何不放下？难道东方、沙姐姐、唐宝、小月的死都当做没有发生过吗？难道你的一句放下，就可以把一切都忘了？白子画。 如果你是来赎罪，就不必了。我说了你不欠我什么。如果你是来感化我的，哈哈哈哈，那未免也太可笑了。事到如今，你以为还能改变什么吗？不过，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任我玩弄，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白子画。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不要挑战我的极限，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不要逼我，小谷。<笑>我真想让全天下人看看，长留上仙也会有今日。霍千骨，你还有任性到什么时候？任性？那倒算不上。我只是想折磨你，看你难受的样子。 如果我不是认识你这么久，这么了解你，我真的会以为是长留派你来诱惑我，刺杀我。哼！说吧，你到底要做什么？我甘愿留下来。你把你师伯给放了。好，我可以放他们回去。 不过，你得留下来做我的仆人，任我差遣。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参见神尊。把魔岩带上来。神尊，你这是？ 我与白子画达成协议，放了魔岩。神尊万万不可，那魔岩心狠手辣，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回去，以后必然成为后患。是。从今往后。 白子画便会留在七杀殿，乖乖的做我的仆。孽障，是可杀不可辱。我今天宁可葬身七杀殿，与你同归于尽，我也绝不让长留让师弟蒙此大辱。师兄。
这些都是我造成的，只有我才能化解。你回去吧，长留需要你。子华，你回去吧。华天谷，今日之辱，我绝不会忘。有朝一日，我定将你碎尸万段。我在这里等着你。我已经兑现了我的诺言，接下来该看你的了。白子画，我现在要沐浴，帮我更衣。怎么，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站着。作为我的仆人，不是应该随叫随到，随时伺候的吗？堂堂的长留上仙，沦落至此，你是不是很懊恼啊？是我做错了，多一点补偿无所谓懊不懊恼。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自己错了。可是我真想知道，你到底哪儿错了？是错在不该遇见我，收我为徒，还是错在明知道我是你生死劫的时候，你却没有一剑杀了我？我最大的错，就是没能好好照顾你，眼睁睁看着你一步步走入邪路，我却什么都阻止不了。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我虽然身负洪荒之力，可是却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可有些人带着维护正义的名号肆意杀戮，随随便便将人杀死，这又是谁给他的权利？是师兄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一直扬善除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长留。难道为了长留就可以任意杀人？这就不是私欲，不是错吗？小谷，东方玉清死我也很难过，那是个意外。意外？如果那不是意外，我就死了。白子华，我问你，如果莫言当时把我杀了，你会伤心吗？会难过吗？还是只是简单的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意外，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小谷，你不用再苦口婆心的劝我，我以前活得太拘束，我什么都听你的，结果我却失去了一切。现在我无所不能，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管不着我。师父问你，你真的快乐？小不点，
小不点，小不点，姐姐，你回来了。你怎么不开心呢？是因为白子画吗？ 姐姐，我爱上的人，他是这世上最温柔之人，也是这世上最无解之人。我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陪在他身边。 就在我身边，可是我却一点都不开心。我从来都不懂他，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懂了。其实我从来都不恨他。 我只是想折磨他，想逼他走。哪怕是他恨我，只要他能记住我，只要他能让我看一眼，哪怕是一眼，我就是死也瞑目了。<笑> 小不点，听姐姐的，一切听从你自己的心，不要再难过了，好吗？我的心，。 小顾，小顾，气数丹田，排除杂念，不要被洪荒之力所控。 小顾，你醒了，吃点东西吧。桃花羹。是啊，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你吃吃看吧，如果喜欢的话，以后我每天给你做。 这洪荒之力强大，一般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否则会变得嗜血杀人。还有，你的情绪波动，尽量不要太大。所以，这才是你来的目的吗？要帮我控制住洪荒之力。 以免我走火入魔，天下大乱，是吗？没错。既然解不了封印，从今天开始，
我就每天教你怎么样控制这股力量。我不需要，我现在很清醒，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我滚！神尊，神尊，什么事？这里有你的一封飞鸽传书。师父，今日午时，请至镜湖一见。幽若，叫那个贱人滚出来见我！你不是一直想找花千骨报仇吗？我给你个机会。花千骨，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做个了断吧。我有心想要留你一命，看来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你活得不耐烦了。等我吸走了你的洪荒之力，我必定将你碎尸万段。为什么？你受了那么多折磨，事到如今你还是不知悔改。我为什么要悔改？我倪漫天今生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为什么要认识你。席随散，碧落剑，绝情池水，一件又一件。你可以害我，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了唐宝？那是因为他该死。谁让他想救你出来的？真正害死他的人是你。花千骨，你害死我爹，害死朔风，所有人都因你而死。我就不明白，你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所有人都袒护你？我为了打败你，我偷练禁术，我走火入魔，我害死同门，害死我师叔，这一切，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才变成这种不人不鬼的样子。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你想要什么，就拿去吧。这洪荒之力，我从来都不想要。
花千骨，这辈子、下辈子，或许生生世世，我们永远都是宿敌，永远势不两立。 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当初若你收的徒弟是他，兴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可是世事就是那么可笑，你居然收了个怪物当徒弟。萧姑，我知道你没有杀漫天，我也从来没有后悔收你为徒。我只希望有朝一日。 你能将仇恨放下，漫天的心中就是太多仇恨了，才会落得如此下场。我最快乐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如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你说恨，我谁都不恨。在这世上，我唯一恨的。 大娘，你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是上次的方子，拿回去吃两天就好了。哎呀，谢谢神医，谢谢神医啊！夏一位，你怎么样？我肚子疼好多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肚子痛？对啊。昨天有吃错什么东西吗？没有啊。张嘴我看看。小雨，在这世上，不断有人失去，也不断有人。 被这所爱人的希冀继续生活下去，小月她做到了，她重新开始了她的生活。这不是你最想见到的一幕吗？同样的，小月也可以，我相信你也可以。你不想去见见她？她很想念你的。 能够看到他好好的活着，那就够。找我何事？师傅，他们都说你变成了坏人，还抓走了尊少，我不信，所以我过来看看清楚。他们说的没错。 师傅，你怎么了？我不相信。你现在看到我的样子了吗？相信了吧。回去吧。师傅，我求您放了尊上吧。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不要掺和进来。师傅，我知道您心中苦，可是尊上心里的苦不比您的少。他的苦，应该就是后悔收了我这个徒弟吧。师傅。
尊上是真的很关心您，很爱护您的。这么多年来，一点一滴，弟子全看在眼里。不管师尊怎么说，尊上一直都在维护您。代替您收我为徒，宁肯将洪荒之力封印，也不愿意将师父处死。师父如果不愿意念在他多年的恩情教导，也请念他为您承受了64根销魂钉，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未曾放弃过您。你说什么？什么64根销魂钉？师父，您不知道吗？当日您被判刑81根销魂钉，尊上虽然赐了您101件，但是他却代替您受了剩下的64根销魂钉。什么？怎么会？不可能，是魔焰叫你来骗我的，是不是？好让我放了白子华。师父，这是整个长流都知道的事。整个长流都知道，却唯独我不知道。后来您去了蛮荒，尊上也未得一日安宁，病痛缠身，所以他那一日发烧，迷迷糊糊说要吃桃花羹，我才在长流山见到师父。这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师父，尊上是真的很疼爱您的。您虽然搬离了绝情殿，但是您的房间依然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从来不允许别人进去。而且尊上还吩咐我，隔一些日子便要进去打扫一次。尊上就是在等着您回来啊！不要再说了，你回去吧。师父，你走吧，我想自己冷静一些。师父，幽若不想看见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幽若在绝情殿等着你们，您跟尊上一定要回来啊！幽若，谢谢你。小光，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些控制洪荒之力的心法，你好好看一看。不过最重要的是，小姑，小姑。花开花谢年复年，今生难续前世缘，但谢鸳鸯不羡仙。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销魂钉是这样，小月也是这样，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小姑，师父不疼，师父没事的。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那次下山游历的时候，你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收徒？我见幽若资质不错，便替你收了他。原来你都爱情。早点休息吧，你早就已经不是我师父。那你永远是我的徒弟。好吧，我不勉强你。你睡吧，我去一趟冰室，看看能不能找到控制洪荒之力的办法。
我一定可以自由控制我体内的洪荒之力的，我一定可以做到。我会向所有人证明，这力量并不可怕，并不邪恶，并不是不可以控制。只需己受尽毒，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养你、育你，辛苦教导你，为了救你，身中剧毒，替你承担罪责，受了那么多根销魂钉，为了包庇你，成为了长留和天下的罪人，落到今日不得不忍受阶下之囚的地步。花千骨，你还有什么可怨的？他始终被你拖累，为你赎罪，却从未推卸过自己为人师表的责任。而你呢？你的苦都是活该，都是自找的。凭什么事到如今还要拖着他，拖着整个天下和你一起痛苦？你难道就永远自哀自怜，屈服于命运，等着别人一次又一次为你牺牲？这衍生石是十一的。主染的。师兄，我相信事情一定还有别的解决办法。你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师弟，来，坐在这儿，陪我好好的说说话。师父走了，东华走了，子华也走了，现在只剩下你我二人。这长留山呐，是越来越清静了。看着身边的这一个个人离去、逝去，长留式微，仙界凋敝，这段时间，我也忍不住会问自己，这许多的人和许多的事。师弟，我真的做错了吗？不，你没有错，你和掌门师兄都没有错，只不过他太骄傲了，而你太固执罢了。反正在你心里，你最清楚他对你是什么感情，不管你再怎么伪装，再怎么演戏，这都是逃不开的事实。我不相信你对他就真的一点爱都没有吗？我只不过是提醒你而已，不要再自欺欺人了。绝情之水，为什么？原来你一直都是爱我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连爱上了，
算得了什么？爱你又如何？我不爱你又如何？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 子华，子华回来了！子华，你的手，没错，绝情之水，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子华，你，师兄，别愣着了，我要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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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要劝你不要再追杀七杀殿了。不要再跟我说这个！这次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师兄，七杀殿的人已经弃恶从善了，长留七杀的纷争并不是无法化解。放下吧，不要再导致生灵涂炭了。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见花千骨。孟大哥，清水。大哥，你在哪儿啊？清水。 你怎么来了？这世上，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了。我想来看看你。此时此刻，你还会想来看看我？想我孟玄朗，此生已经无憾了。朗哥哥，你看上去老了许多，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唉，世人都会老的，我好怀念我们一起在长留的日子。可惜啊，谁都回不去了。
是，都回不去了。千骨，我这一生都没能保护你什么。可是我知道，花千骨没有错。每个人都说我错了，他们劝我回头，他们怕我，恨我，一心想要我死。但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地方去了，皇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在这里没有人能伤害你。浪哥哥，谢谢你。 你真打算再也不见千骨了？你说过，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他的。我还有什么资格见他？他终究是恨我了，只怕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到我。爱恨是为执念，可你为什么总是逼着自己不去爱他，甚至连这绝情水的伤疤都要自己刮掉？ 难道这不是执念吗？难怪千古会恨你。难道这份爱对你来说，就真的这么不堪吗？我从来不觉得这份爱是不堪，或是耻辱。即便这份爱是错误，可我是他师父，我没得选择。 我一次次逼他放弃，可是没想到，连我自己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师兄，既然你能够接受他的爱，能够包容他所有的一切，那你为什么总是将自己的心束缚起来呢？为什么总是把自己束缚在这个绝情殿呢？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一切都还能挽回。 你带着千骨走吧，天大地大，去哪儿都行啊！不，我要让他远离我，我要让他远离我对他的伤害，让他忘记爱，忘记恨，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累了，我打算去闭关。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真正懂得何为道，何为爱。师尊，所有弟子已在殿外集合，随时可以出发了。 好，师兄，你不是答应过掌门师兄不去进宫七杀殿的吗？你怎么又出尔反尔，趁他闭关的时候突然进宫呢？花千骨一日不死，紫花的生死劫就永远躲不过去。紫花手臂的伤你也看见了，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只有杀了花千骨，一切才会停止，才会回到当初。丧失理智的人。 一直都是你！够了！你不要再说了。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不愿意，就留在长留镇守。
是我什么都不会让你去的，师兄，你不要再阻止我，替我好好的照顾子画。来人，把如尊押入仙牢，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出来。师兄。 尊上，您可算是出来了。终生连响十二响，难道是七杀来犯了？不，请尊上恕罪。那钟声是我们自己敲的，不过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师尊，师尊带人去攻打七杀殿了，师父为了求情也被关进仙牢了。尊上怎么办呢？随我去救你们师父。哎，好。走走走。 花千骨，你独自一个人是来受死的吗？七杀殿的那些徒众呢？是不是因为此次来必死无疑，都逃跑了，不敢应战呢？对付你们，我花千骨一个人就够了。只要你们把白子画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花千骨，受死吧！ 启禀神尊，麻烦给我点时间，让我先了结了同魔岩的恩怨，生死无忧。好啊。孽徒，还不回头？哼，回头！我精心策划了这么多年，大仇未报，你让我回头，真是好笑。当年你杀我娘的时候。 你又可知道回头？你废话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彻底做个了断。 杀了我吧！待我杀了花千骨，自会按长流的门规处置你。<笑>就凭你们，也想阻挡洪荒之力，简直是可笑之极。今天，就算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归于尽，我也让花千骨死无葬身之地。 你到底还有瞒我多少事情？不要再挑起大战，平添死伤了。子画，花千骨绝不可留。白子画，难得你特意跑来阻止，是舍不得我死吗？不如我们一起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不做妖神，你不做长留掌门，我们再不问世间一切。 怎么样？现在应当以大局为重，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自欺欺人的人是你。难道你不想要我吗？你回去吧。 我现在要你告诉所有人，你手臂上绝情池水的伤是怎么来的？你为何血肉剔骨也要回去？你爱的人到底是谁？说。
说了，我就放了所有人。我承不承认，真的那么重要吗？你为何执念如此之深？子虚上仙可以为师弟散尽功力而死，你却为何处处相逼？子画已经下定决心潜心修炼，你这孽徒就不要再纠缠不休。 白子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想看到血流成河的话，就跟我决一死战。如果我输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如果你输了，我不仅会杀了你，还会杀了所有人。混账！子画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他当然不是我的对手。 我只是给他一个挑战我的机会，你战还是不战？我战。为什么选在这儿？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看在你曾经是我师父的份上，出招吧。 冥生剑，杀了我，以后就没有洪荒之力了。不要逼我，我没有逼你。诛仙柱上，长留殿上，你不是做得很好吗？以前可以做到，现在也可以。长留上仙，为了仙界众生和各派生灵。 你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杀了我，一切就可以回到最初。小龙，我是不会杀你的。 白子画，你不是最在乎那些人的安危吗？那我就回给你看。相公，白子画，我就算死，我也要你，要是天下为我陪葬，我要你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你所大爱的事一个一个死在我手里。相公，你要杀就杀我。 不要放弃最后的机会，回头是岸。我没有师父，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孩子。当初我以为我有全世界，却发现原来都是假的。 爱我的，为我而死；我爱的，一心想要我死；我信的，背叛我；我依赖的，舍弃我。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只想简单的活着。 是你逼我！你以为到现在我还会那样头吗？小虎，不要！<笑>
你怜悯众生，却从未怜悯过我。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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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实，你从不相信我，你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故意设计，让我亲手杀了你。我说过，你会后悔的。好，既然如此。师父陪你一块走。既然如此，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死？白子华，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今生今世，永生永世，不老不死，不生不灭。今生，我从未后悔过。可是，若能再重来一次，我再也不要爱上你。你怎么那么残忍？你老婆你杀了之后，你要留我一个人做什么？
你想要什么，你说就是。不管对的错的，我都给你，爱给你，人给你。长留覆灭干我何事？这些人的生死又干我何事？我带你走，去哪里都可以，你想怎样都行。只是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白子画，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果，可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其实你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你只是不敢赌，不敢相信他，不敢用天下来作为冒险，所以你才会选择跟他同归于尽。女人很可笑吧，宁愿压上自己的一切也要证明你是爱她的。最可悲的就是千古，明明知道结果，还要义无反顾地让你再生一次，为的就是看看她在你心目中到底有多么重要。其实你哪里又会对她有一点点的怜悯和慈悲呢？你心疼，你内疚，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你从来就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考虑过。哼，如今你就永生永世的看着守护着这个用你最爱的人的性命换来的世界吧。师父后悔，师父错了。未来是什么样子，不在于一个人拥有的力量，而在于他所做出的选择。能够守护我所关心的人，蜀山重振，七杀派也改邪归正，一切都不如正途。我想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已经好多了，这几日醒来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就好。其实
师兄，你大可以跟我回厂里，一来呢，也方便给小谷疗伤；二来，毕竟也是你的家呀。我曾经为了长留，要把他给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东西，你大可不必再为此耿耿于怀下去。不过，看到你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真的放心了。你可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你疯疯癫癫的样子，六亲不认，太可怕了。哪怕是现在，我也觉得我自己像是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掉。我现在只希望时时刻刻能够抱着小谷，不要让他受到任何伤害。万一他有什么差错的话，没事的，一切都过去了。长留现在怎么样了？师兄不在，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你不用担心我，而且也不用因为师兄内疚难过。师兄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救花千骨，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当然，他这么做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一个人，也许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一直想弥补些什么吧。朱然怎么样了？戒律阁判他面壁30年，他竟然接受了。现在他一直在长留后山石塔中静思己过。你呢？接下来你又有什么打算？我想等小谷的伤好些之后，带他到处走走。以前我是为长留而活，现在我只想为他而活。你和他还是打算以师徒的身份相处吗？既然千古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们不妨……我不知道，只是目前来说，我们以这样的身份最为合适。只要他还爱着我，不管他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他做。师兄，你变了。在这个时刻，变或不变都已经无所谓了。我心系长留，心系天下，心系众生，可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不负长留，不负天下，也不负众生。可是到最后，我始终是负了他，也负了我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千古终有一天会恢复记忆的，到那时你又打算如何呢？过一日是一日吧。我现在只希望小谷每天可以像往常一样做一顿家常的饭给我吃，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小不点，你在哪儿？你又跑到白子画身边去了是不是？不要委屈了自己，等着姐姐，姐姐一定会回来陪你的。用你的手解我的锁，跌入这温柔漩涡。千丈风波，万般蹉跎，情谊都不曾变过。一世牵绊，一念成火，还执意一错再错。一瞬之间，一生厮守，粉碎承诺。爱上你，爱上了错。师父，这里好美啊，这是哪儿啊？喜欢吗？喜欢。这里有名字吗？你替他去吧。要不叫画古风吧。好啊。伤心一步一劫难化作飞蛾扑火，因为爱上你我便没了我，
三楼。不是不可说。师父，为什么这个铃铛上面有那么多裂痕啊？被一个笨蛋不小心弄碎了。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因为爱上你，我才成了我，够你。